所谓地狱空荡，魔在人间，这些恶人一日不除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死，也会有更多的惨案发生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找到断魂门的踪迹，让他们彻彻底底地回到炼狱之中。这些人可很可怕，可我更怕的是断魂门背后的势力死灰复燃。他们今日可以借断魂门的躯壳，明日就可以借他人的。